黏糊麻辣烫，这上面浇的麻酱，然后加点糖，有没有爱吃糖的？加糖，然后加这个辣椒油，这个辣椒油是李海龙的，特别香。然后咱们搅拌一下，我去，太有食欲了，哇！配个封面，再来一口大粉条的，大面条，玉米面条。太香了啊！这个辣椒油，你拌点菜呀，怎么吃都行。不是很辣，中辣，能吃辣的多放，不能吃辣的少放。皮蛋，再来点麻酱，我去，加点糖，我太爱吃糖了，麻辣烫里放糖特别好吃。